疼，他在躲。对。而且你看阿卜杜拉赫从他没有打肿那张脸看，很像当年的顶级王者恶童兼金童的巴德哈里。对。啊，有明显了。啊，开始单腿了，开始单腿站立了。有效果了。再低手躲了一下。对，加上拳头。对，加上拳头。很难了，有可能直接就腿了。加油！有人加上拳法都减速啊！如果照这个形式下去的话，他不会再撑过两腿的。